第一位呢，就是来自我们 Rhythm Bro。小抄就是写完就会忘记，不然英文不好啊。Sorry， 台中新战神，让我们欢迎坏听老师。
身体唱完一首歌。再次掌声给我们欧阳老师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的。最后一位呢，就是我们的牛爸爸，新手爸爸，来自 Freshman Boost 的小龙老师。You're so wrong.